继续你的第二个才艺展示。那我来一段这个关于自己的一个小故事。Minor diamond on hand. 4 months ago, when training back to my hometown for the Lunar New Year, no way to anywhere, I was invited and stay at my friend's home for nearly 2 months.前面三句的时候磊哥说这是德语，我前面真的一点都没听懂。在两位姐姐后来跟我说这是英语之后，我才再认真再听下去。就是吉他可以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来展示，这部分是展示你的英语专业能力吗？讲述自己的一个小故事。那用中文讲可能更好一点。这个英文确实到企业里用不上的了。哎，就是我们听着真的是有一点点费劲。结构上的问题，就是结构呢，比如说因为我最想知道的你关于金融领域的知识，可是到最后吧，他刚开始讲的时候他说，那接下来呢我来再谈谈关于股票市场方面的我自己的见解，我终于知道哎呦干货要来了，可是他就 thank you 了，他谢谢你结束了。既然你到台上来展现的话，那你的主体内容应该是跟你的专业，比如说关于你的期货呀，包括关于你的债券呢，甚至是关于一些你在金融领域当中的一些经验。不过有一点值得表现好，就是它的节奏是对的，它每一句话当中的所有的断句都是按照标准的节奏来，应该能看出来他确实是训练过很多次。黄俊峰啊，这个特别可爱，憨态可掬的样子，而且呢他心理素质特别好。刚才张萌说他节奏好，这节奏是需要心理素质来支撑的，他从头到尾他都是那个慢吞吞的节奏，就有一种广场舞的那种淡定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黄俊峰啊，你已经按你的话来说有幸的进入到了第二关，接下来请你更专注于在专业上好吗？ OK, where's my PPT? 他其实应该还有第三个什么才艺展示了，他一直在找 PPT。 我的 PPT 一分钟也不给你，按道来说每个人只有一个才艺展示，已经给你两个才艺展示了。好，那如果再给你的话，所有的其他选手会觉得不公平了。明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来做心理投射分析，有请陈老师。平静的海平面上有一艘船，船上没有人，旁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所见不一定所得。我要通过这幅画提醒这位求职者，你是求职，你哪能扬帆没有人呢？没有人代表了什么？没有方向。画这样的画就说明你在今天的求职现场你是不自信的，所以我提醒你，在接下来你一定要加强自己的自信心，调整自己的目标，明确自己的所求，这样的话呢对你未来的求职才是最大的助力。那个性格呀，如果是取经有点像是沙僧吧，有一点。不过你自己要清楚哈，温水泡不了茶，你现在这个温吞呢会导致你31岁再往后的发展会成为别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障碍，你可能要去重新调整一下。没有，有时候事实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好，第二轮选择去或留。